师傅，听说黑暗军团研究出来秘密武器，要对付咱们光之国，我们变成黑暗形态去看看他们在搞什么鬼啊。好的，赛罗还是你聪明，我们分头行动。雷德王，我不愿意在光之国了，我要加入黑暗军团。欢迎你加入黑暗，这是我们研究的秘密武器，我们脑子不好使，交给你吧，你一定要消灭敌人呀。好的，雷德王，我现在就试试这个武器的威力，保证你满意。贝利亚，光之国太沉闷了，没意思，我来加入你们了。好的，黑暗赛罗兄弟，旁边的能量球就送给你了，希望你能壮大我们的黑暗军团。贝利亚，我让你看看我吸收能量球之后的威力，我真的是太强大了，让你们这些笨蛋见识一下我的威力。哈哈哈哈，你们这些笨蛋太不聪明了。